下一位张超雄议员。主席，即係喺呢個4000平方米嗰個地主咧，即係擁有呢4000平方米農地嗰啲地主咧，可以向政府換地自行發展。其中嘅條件咧，根據政府文件就話，呢啲嘅業主咧喺要佢哋啲租户離開嘅時候咧，係需要按政府嘅規定去作賠償嘅。我想問政府咧，一個咁樣嘅要求，點樣樣可以？政府監察到咧，係得以落實嘅咧。係政府方面，唔好意思，而家暫時我哋仲係處理緊個申請，未講到呢個賠償呢個階段，所以暫時未可以有咩答案。主席，咁你個政策係咪當呢啲嘅業主申請同你即係話換地去作私人發展嘅時候？你會唔會要求佢？你係有冇一個咁嘅條件？其中包括喺你招標嗰個條件裏面咧，就當佢清拆呢啲租户啊，或者其他嘅，即係喺嗰幅土地上面嘅居民嘅時候咧，佢要作一個符合政府嘅要求嘅賠償咧，有冇呢個咁樣嘅條件？有冇依方面補充？根據地政署發出嗰個作業備考咧，係有要求呢個申請人係作出呢個咁樣嘅相關嘅要提交一啲咁嘅資料嘅。咁我就想問你，你點樣監察佢落實呢個咁樣嘅條件？你如何監察？係主席，其實剛才答過，因為而家我仲係處理緊個申請，未到個即係講賠償。我明白，就繼續問埋以下。